们今天要来大社哈，观音莲峰这边走一走哈。那我们目前是在他们这边附近的停车场哈。那我们要往这个方向上去那个凤仪宫哈。我们要从这边出发。那因为它这里的路线比较复杂了哈，所以我是下载航机，我就依照航机的方式下去走哈。好，我们来走走看哈。好，我们稍微上来就看到那个凤仪宫哈，那我们就是要从这边开始启灯哈。好，我们要往右边这边走了哈。这里的登山步道还蛮热门的哈，看那停车场车子都非常多哈，然后登山客也非常多。我目前都是阶梯爬升哈，一路陡上啊。好，往左边走啊。我们往左边走哈。你们想要踢我？你帮他亲个，放黑糖牌。哦，观音山在这边哈，那我们拍完，我们要从这边再下去。我们刚是从这个方向来的哈。我们往这个方向继续走哈。慢点，慢点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们现在往那个尖山的方向哈，我们要往这个方向过去哈。好，那这边下来又有岔路哈，那我们往左边走好了哈。我看航机应该是往左边走哈。啊，这边岔路还蛮多的。哦，下来这边还有岔路哈，我们继续往左边走哈，这边都往左边走。我们往那个方向出去哈。我们等下过去这两座山哈。好，我们目前在公园的路口这边哈。那我们下来之后，我们要往左下这个方向走哈。哦，那这边的岔路还蛮多的哈，那我刚刚是往这个方向走哈，那这个方向上去只有一个休息的凉亭，没有路哈，那我们往左边这个方向走下去。好，我们顺着水泥路下来哈。
继续再往左下走。我们卖的东西非常的多哈。好，我们下来，我们到这边哈，我们就会看到右边哈，有往那个尖山的登山口哈，在这里哈。哎，过去，这里要怎么过去？本来从这台货车后面绕过去，哦，那这里在这台摊贩的后面啊。好，然后从这边上去哈，哦，这里有写哈，好，我们来走走看吧。哦，它那个蛮泥泞的哦，可能是因为昨天有下雨。哦，我们稍微进来一段哈，我们就开始要爬升了哈。那它这边是都有绳子哈。哦，哦，这里有个岩壁哈，好，我们来爬爬看哈。好，又有另外一段爬升的岩壁路线啊。哦，基本上它的岩壁都有踩点哈，小心走就可以了哈。后面这一段比较陡一点哈，上来哈，还有我们要继续往上爬升哈，它这边有点展望哈，我继续要再爬升哈。这里有点陡哈，
怖。后面有几段都蛮陡的哦，我找好踩点再上。好路，我们现在右边看到这一棵哈，这一棵就是观音山哈。那这里就是刚刚那个公园那边哈。那这边右下还有另外一条岔路了哈，不知道是从哪边上来的。那我们现在继续往左边上去哈。那我们是从这个方向上来的哈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左边上去哦哈。没事没事，你在这里。哎，小心，不用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哎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上到尖山哈。好，在这边，那我们继续往这个方向走哈。好，我们继续往这个方向过去哈。好，我们后面看到。这里哈，这里就是北大武山哈，那这边就是南大武山哈。好，我们现在继续往下走了哈，小心啊，那段草比较长一点哈，那小心走哈，因为它旁边就是边坡哈，那这个是林线哈，没有很宽呐哈，所以要小心。稍微过来，我们要爬升哈。我们来走走看吧哈，好，应该是从右边这个方向了哈。好，我们来走走看。哦，这里很陡哈，这里要踏。踩一点，踏好再上哦。这边啊，尖山亭啊，哦，我们到尖山亭这边哈，那我们往右边看哈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中间这一棵是北大武山哈，那旁边右边这一棵是南大武山哈，那我们看到这一棵尖尖的哈，这棵就是阿里部落那边的雾头山哈。那在左边这一棵哈，就是我们上次去的那个景步山哈，上礼拜去的。
好，那我们要继续再往下个方向走了哈。哦，左邻线都要小心哦哈。哦，我们右边可以看到那个义大世界的摩天轮哈，在右边那边。好像这边的山景也很漂亮哈。那这边是小尖山哈，那这个高点是小尖山哈。好，我们经过小尖山，我们要往下走哈。那小尖山的山头这边展望不错哈，我们右边就是可以看到北大武山哈，那左边的话是可以看到大冈山哈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走了哈，这里要开始下坡了，我们要往下一个目标哈，就是这里往这个方向走哈。我们过了小尖山哈，往下走哈，那它这里有个岔路哈，那我们是要往左边走哈，那右边的路不要走哈，我们继续往左边走。那这个下坡路段要小心哦，好，那的路径没有很宽哦，哈，踏稳了再下哈。哦，连续下坡哈，小心走。哎，你好！哎，你好！哦，那这边是那个尖山的平顶哈。好，我们往那个方向走哈。好，那我们要往右边走哈。好，这它这里有个猴园出口哈，在这边。好，应该是它这里有个出口哈，往那个猴园哈，往这个方向走，我们就继续下降哈。嗯，那里有一只小鸟哦，不怕人哦，还飞过来。真的不怕哎。飞走了，看来要跟他拍张照就好了。下来这边还有岔路哈，那我们要往左边走哈。我看这边树林的蚊子还蛮多的哈，所以你夏天来的话，还是要穿一下长袖哈，就不会被叮。好，我们下来，我们下来这边，左边有岔路要走哈，我们要过这个小溪口，过来之后我们再往左边走哈。好，我们往这个方向走。我们下来这边还有岔路哈，那我们要继续再往左边走哈，右边我们这个方向我们不走。好，我们继续再往左边走。好，我们下到登山口哈，那我们继续走水泥路出去哈。
们顺着水泥路哈，我们是从这边过来的哈。那我们到这里，那这里是那个陈家墓园的大门哈。那猴子山的登山口就是在这个地方哈。那我们往这个方向走哈。好，我们往这个方向上去了哦，往猴子山哈，我们来走走看哈。好像这一段水泥路还蛮平缓的哈，起伏不大哈。那我们上来这边，我们应该要接那个外面的马路哈。对，好，我们是从这个陈家墓园这个方向上来的哈。那我们到这边，这里有间寺庙哈，那我们继续往右边走。好，我们从阶梯这边上去哦。好，我们已经上来阶梯的最高点哈。那我们要往这个方向继续走。好，我们往猴子山路径上的树根路哈，好，我们来走走看吧。哦，后面这段蛮陡的哦。你要找好踩点再上哦。可以看到那个高雄港那边哈，也可以看到海边哈。好，那这一颗就是大冈山了哈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走哈。好，我们走了一段林线哈，那现在又开始要爬升哈。都有踏点哈，找好了再上。哦，这里是猴子山哈。好，猴子山我们就拍完了哈。
那刚刚我们是从左边这个方向来的哈，那我们现在要继续往右边这个方向走哈。好，我们继续走了。哦，那这边的山路都是上上下下哈。我们刚离开猴子山哈，是下坡，然后走了一段，现在又开始要爬升哈。我们刚才上到那个小高点之后，再来又是那种林线路径哈。那我们现在看到右边这一棵哦，就是刚刚那个小尖山那边哈。好，那我们从猴子山那边过来哈，那我们到这边的凉亭有个岔路哈，那我们要继续往左边走哈，我们要去那个福气岭哈。好，我们要往左边走。我刚刚有看到有个牌子，上面是写猴子山跟四十大山哈，那可能是刚刚另外一个高点，可是我应该是没有拍到，因为我没有看到牌子哈。那没关系啦，如果没拍到就算，可能是有经过，可是没有看到牌子，就是刚刚有在拉伸的一个高点那边呢。这里有岔路哦，那我们要继续往左边走哈，右边的路不要走哈，我们继续往左边走。我们已经到福气岭哈，在这边。就往下走哈。哦，有些路段下坡蛮陡的哈，所以要小心哈。这段草比较长一点，哦，那这边有岔路哦，看一下。好，我们要往左边走哦，我们要往那个三雄岭哈。好，我们接水泥路哈，我们这里立刻又要往右手边走哈。好，我们这里往右走。好，我们往左边走哈。那刚刚右边那一条路是从这边过来的哈，也是可以的哈。那应该是后来又有人走出来的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往左边走哈。这边左右都有一些那个水塘哈。我们这里就看到义大世界哈，这个距离就很近了哈。我们刚刚走了一段一般的山径哈，那我们走到这边，它这里有个岔路哈，我们要继续往右边走哈。好，那左边有岔路哈，那是写往有虎山呐哈，可是我们是要往那个熊山跟骆驼山的方向哈，所以我们要往右边走哈。好，我们继续走了。
我们过来这边还有个岔路哈，那我们要往右边走哈，左边的岔路不要走哈，要往右边走。我们继续往这个方向去熊山哈。哦，我们已经快到熊山了哈，可是我们刚刚走这一段也没有看到那个山熊岭的牌子哈。哦，我们过来这边哈，那这里有个岔路，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哈。那我们要去熊山的话，我们要往左边走哈。那你直行的话，那是要去那个迪斯奈哈。那我们继续往左边走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右边这边上去。好，我们上到熊山的高点啊。好，我们继续往这个方向下去。好，我们从熊山下来哈，那这里岔路我们要往左边走哈，我们要去骆驼山哈，我们要往左边走。好，我们这里要开始爬山哈，上面有个凉亭。好，我们上来这个凉亭哈，这凉亭这边就是那个骆驼山哈，好，蓝平亭哈，那路线在凉亭的后面哈，在这个方向哈，我们要从这个方向继续下去哈，凉亭的两边都可以走哈。好，我们继续往这个方向下去啊。哇，那这段下坡有点陡哦。好，我们稍微过来，我们就看到骆驼山南峰哈，就在这边。好，骆驼山南峰我们拍完哈，我们继续往前走哈。这边有岔路哈，那我们一样要往左边走。好，我们来走走看吧。好，我们下来这边哈，那这里大概就是那个莲花池哈。好，那我们顺着这个方向继续走哈。花池那边上来之后哈，那到这边有岔路哈，那我们继续再往左边走哈。好，我们往左边走。好，那我们就顺着水泥路往下走哈。右边那边看起来也有路哈，我们顺着水泥路往下走。我们就顺着水泥路走就好了哈。那旁边有岔路的话都不要走哈，像它现在左边就有岔路哈。好，我们水泥路稍微过来哈，那这边也有岔路哈，那我们要继续
往左边走哈，那右边的水泥路我们没有走哈，我们继续往左边走。好，我们稍微走了一下哈，那我们就看到这边有牌子哈，五山的话就往右手边这个方向走哈。好，左边我们就没有走了哈，那我们就往右手边的方向走上去了。上来，这边也有岔路哈。那这里有牌子哈，我们是要往左边哈，我们要上那个五山哈。好，这边有牌子哈，我们要往左边走。好，我们要开始爬升了哈。我们现在看到右边那一颗山头哈，那一颗就是五山哈，我们要往那个方向上去。岔路，那我们要往右上哈，我们要直接上五山哈。哦，我们要上到五山哈。好，我们就往那个方向走。这边是五山，我刚从这边下来哈，那它这边有岔路，右边不要走，我们往左边走。我们往这个方向走。五山下来这一段就比较平缓一点哈。那左边有岔路哈，那我们不要走，我们继续往右边的方向走就好了哈。往左边的方向不要走。好，我们过来这边有个岔路啊，那我们要往左边走哈，我们继续往左边走。那右边不要走，我们要往那个哦清新岭啊，往这个方向走哈。我们继续往左边走哈，那右边有一间，我这里不知道这是什么寺庙啊，看一下。好，我们继续，我们继续走了哈。好，我们到这边哈。那等一下，我们是要往右边这条下去哈。那左边这里应该就是清新岭，我去看一下哈。哦，有，那山头上面有那个牌子哈。好，在那边。哇，好，清新岭，对，没错。啊，这里有一个基石啊。好，清新岭我们拍完了哈，我们就原路回去，刚岔路那边。
好，我们往左边这个方向下，开始下降哈。那我们刚是从右边这个方向来的哈。好，我们要开始下降了。我们从清溪岭那边下来，那我们到这边，我们接到柏油路这边，那我们要往左边走。这边地图是标清溪池，那我们现在是往左边这个方向走。这里上去就是刚刚看到那一间庙。好，我们走了一段柏油路哈，那我们到这边哈，就是铁丝网的转角哈，右边这里有个山径哈，那我们要往这个方向下去哈，那柏油路的方向就不要走了哈。好，那这里注意看哦，那这里有那个指标哈。好，那我们要往这个方向走啊。树林里比较凉快一点哈。哦，我们刚是从这个方向来的哈，那它这边有个凉亭，我可以休息。那我们要继续往这个方向去慈佛山哈。好，我们继续往这个方向走哈。哦，我们到了那个欢喜岭啊。好，欢喜岭我们就拍完了哈。好，这边没有路哦哈，我们继续往这个方向下去哦哈。我们继续下降哈。好，我们是从那个方向过来的哈，那这一座就是欢喜桥哈。那我们上来这边有个岔路哈，我们要往左边走哦。好，左边过来，我们要开始要爬升了哦。左边过来哈，我们要开始往这个方向上去哈。上来还有一段哦，好像也蛮陡的。我们上到高点了哈。好，待会我们要往那个方向走哈。那这个方向就是那个慈佛山的最高点哈。我们从那个慈佛山那边过来哈，那这两点这边也有岔路哈，那我们要再往左边走哈，那右边的岔路我们不要走，我们再往左边走。
我们超路稍微上来，我们就到长野山，就在这边。很妙。好，那我们要继续走了。好，我们过来这边有岔路哈，那我们要继续往左边走哈。好，我们就到达那个高崎山哈，那我们就顺着山间往下走。我们已经从那个高崎山下来了哈，它的右边有凉亭，我们继续再往前走。我现在已经接近中午了，那个太阳的温度非常高。好，我们过桥之后，往楼梯继续往上爬哈，这段也蛮陡。然后我们要到达富山哈，那等一下我们要往右边继续走。好，我们经过一段爬升哈，我们就到达立山哈。好，我们要继续往这边下去哈。好，我们山径走了一段哈，那到这里左边有往高树尾山的路径哈，那右边我们就没有走哈，我们现在往左边上去哈。上来，我们继续往右边走哈，在那边而已。我们就上到高点了哈，高树尾山。好，在这边。高树尾山我们就拍完了哈，那我们顺着山径下山就可以了哈。哦，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哈，这个地方就是那个笔架山哈，我还有点距离哈，我们下去可能还是要踢一下马路哈。那你如果我们要去笔架山的话，等一下出马路就可以直接回那个凤仪宫那边哈，就是走二十连峰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走。好，那这段下去的路蛮陡的哦。然后有好几条都可以下去了，你自己找一条好走的路下去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旁边都有一些岔路可以下去。好，那这边就是高树尾休息站哈，那我们是从这个方向下来的。好，那我们要往水泥路这里下去哈。那右手边这边是往那个天洞。好，我们走了一段下坡的水泥路哈，那我们现在看到马路哈，那我们往左边走。就是要往笔架山的方向哈，那往右边走就是要回那个凤仪宫的方向。那你如果没有去笔架山的话，你就直接往右边就可以回去了哈。因为那个笔架山那边，我就觉得比较没有那么顺路了哈。
而且它等一下那边是拉绳的路段哈，那你如果不喜欢拉绳的话，我是觉得那你就走二十连峰哈，直接回那个凤仪宫就可以了哈。那左边这间是厕所哈。哦，这边是那个岩城巷的登山口了哈。好，我们往左边走。哦，目前是临时厕所哈，那厕所还在整修了。好，我们前面看到这边就是比架山哈。好，我们过来到这边有个岔路哈，那我们要靠右边走哈。登山口不晓得是不是这边哈？哦，前面有路条。前面有红色路条哈，哦，这里红色路条，哦，那要往上面走哈，好，往上面走，我看这里有没有办法上去哈，哦，草还蛮长的哈。人走的人很少哈，这边，啊，这里，啊，这里是登山口，好吧，我们来走走看吧。好，我们往山径走哈，感觉这一棵不会太好走哈。哇，那这个草好长啊！有点把路遮住了哈。哇啊，哦，看不到路了，哎呀，哦，我看不到路，感觉好像是从这个方向上去，但是草很长，哦，算了，哦，那我比较上我放弃了，因为跑太长，而且又是夏天。好，那我们就走二十连峰就好了。比较上我们就没有要上去了，主要它的草也很长。欸，还是往右边，因为它右边有路条，不然我往右边走走看。这里感觉有路径哦，可是这里是人家以前那个，就是那种公墓的地段哦，路有点长，那个草有点长。刚刚那边是没路啊，这边看一下，因为主要是没有路径的话，我觉得走动不好行啊，因为夏天比较怕会有蛇还是什么之类的哦。哎呀，我从这里，哦，路径没有很清楚啊。那这个草会割人吗？哦，哦，上来这边就有路径哈。
它这里要注意路径哈，因为它那个草很长哈，不要踏空啊。哦，我在这边很长啊，算了，我不要再上去了哈。啊，有看到那路径在那边了哈，那主要是它那个草太长了哈。啊，算了，啊。回走哈，啊，因为，哦，哦，你看天气很热哈，然后草又那么长，又看不到路径哈，我就不想要钻。比较山的路径哈，因为草太多哈，路况不好哈。那因为夏天的话，我比较不想要在郊山钻那个草丛哈，我比较担心有蛇了哈。所以就算了哈，比较山我就不上去了哈。那今天就走二十连峰就可以了哈。那我们现在就往回走哈。好，那它这个路线就是一般的郊山路线哈，然后位置又在比较又在高雄这边哦，所以那个气温夏天的气温蛮高的哈，所以你如果怕热的话，夏天的话我是不建议你来这边走了哈。那当然它也是有几段比较凉一点的哈，可是大部分你如果是要走那种连峰就是零线路径的话，有些地方是蛮晒的哈。已经快回到早上来的路啊，就在前面那边哈。它沿途这边是都有那个停车位，不过这个都是要收费的哈。那那边也有一个停车位，不晓得要不要收费，我不知道哈。我这边也有哈。早上来的时候好像都停满哦，那我们到这边，我们就往右走哈，我们就回到我们早上出发的地方哈。我们现在走这样大概是5小时30分哈。那我们就回到那个早上出发的地方哈。早上我们就从这边出发的哈。那我们今天行程，我们就到这边就结束了哦。好，拜拜。